这部戏有一点点小暴力，我觉得很接地气。和一帮朋友们，很甜蜜，很开心，特别好玩，非常热血，非常青春。辩论、奋斗，这是阳光题材的一个电视剧。我在剧中饰演的是最最可爱的穆小鱼，很开朗、很飒爽的少女。你给我站着回来！这你都丢了，你给我讲句话！问后面。啊，南北是一个很热情，不管朋友们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帮助他。凡子啊，是一个热爱漫画的中二少女。你怎么会有这套漫画呀？喜欢二次元脑洞清奇的美少女。刚好你在剧中是大家的一个学姐，她是有讨好性人格，要照顾大家，然后有应必求。前段时间我妈给了我一条，马楠呢是前期非常颓废的一个学长，还有那些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后来遇见了南北小鱼讨好他们，就渐渐的对自己有一丝改变，逐渐的对生活重燃了希望。英男呢，别人会觉得他很强，他成绩啊包括辩论基本上没有怎么失败过吧，只怕是离罗马越走越远了。我在剧中饰演的是高冷学霸，还有校园男神的形象，真的是很优秀，就是辩论大魔王。在你一切皆可吧，和那个第四句稍微长一点，到时候每个演员其实对这部戏对自己的挑战都非常大，因为演的是比较成熟的辩手，要求很高，也不能错，有的时候在辩论场上你一句我一句的必须要搭得上。追星粉偶像还能养家糊口呢，我们为了防止他崩塌就会被他束缚吗？典型的无用之用。然后我们也有辩论老师，有很多不懂的我也会去请教辩论老师，能让更好更好的表达出来。对，你看什么情况，整体比刚才的马上提速提一部分，非常正面的表现。好吧，这个发完就好了。知道了，辩词非常难，不会像第一部一样那么顺。而大数据，没事，中断的地方来听听听。看的时候觉得哇，大家打辩论很帅，自己真正去看到这个词要拿下来，然后要很自信的表达出来，真的挺难的，就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其实每一个辩手都非常不容易，需要非常庞大的知识库才能支持他们在赛场上大脑飞速运转那么快。这真的是饱含我们心血的一部戏，历时三个月最终呈现出来的又青春又热血又充满活力的关于辩论题材的校园青春剧，所以大家来看一定不会后悔的。